哎，早上好。我今天早上到院子里来转了一圈，好久没来看，这棵巴西樱桃树了。今天早上来看一眼，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，全都开花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棵树开这么多的花儿，而且我们家的这个小蜜蜂啊，还在特别勤劳的采花蜜，好多小蜜蜂都来采它的花蜜。估计再过一两个星期，就有果实可以吃了。这个花是白色的，那个果实呢是那种樱桃，就紫，深紫色的樱桃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果子味道特别好。这个果树现在可能在我们家已经有10年左右了吧，就是前年和去年结了几颗果，过去呢我都没有好好的打理它。也是种在盆里太小了，今年就把它种在地下了，最近呢就是给它的关注多一点儿，经常给它浇浇水，然后给它施了肥，这一下就给我开，这个花就开爆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过两天等它结果的时候，我再拍来。我再来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这样的花，蛮好看的。刚才很多蜜蜂，我这一拍视频，把蜜蜂给打扰了，都跑掉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我不拍了，让蜜蜂来好好的，收集它们的花蜜了。